机器人把球一放，保龄球瓶瞬间全倒，或是手一伸，身体一斜，马上呈现最夯的阿帕气节姿势。2015台北电脑应用展登场，适逢25周年庆，展场推出满万送千的优惠方案，现场热闹滚滚，预估将吸引超过50万以上的参观人次，买气也跟着扶摇直上。我们在开展的第一天，我们就吸引了超过7万人到场参观，那把我们现场气氛整个炒热起来，也让我们的第一天的买气就开出了红盘。那今年呢，我们的展览是免费之外呢，我们也开放给儿童入场参观。修克荣们台上展示产品卖力促销，台下粉丝也热烈回应。今年包括宏基、宏达电等200家厂商参展，规划为9大展区及6大互动体验区。除了可以亲自组装机器人之外，也可以体验 3D 列印、红外线投射、无实体滑鼠，还有扎实坚固的纸板凳等等，具有巧思的创新科技产品。你好吗？正值暑假期间，不少父母带着小朋友前来阖家同乐，借由手作互动体验，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及趣味性。装饰记者钟荣峰台北报道。